所以各位应该去看大乘佛法是真的很殊胜。好，现在你可以看侧面，很庄严嘛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香港也曾经是福田，香港可以见天坛大佛。早期因为历史跟战争的因素，很多中国的高僧都是逃到香港，然后呢再到台湾、新加坡跟马来西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你一定很高兴今天下去了。今天回家第一桩事情要存钱，要有福报，对不对？还健康的身体，还要发愿念普贤行愿品，你就会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很多的善缘，非常非常的庄严。好，接下来再看。好，毗卢遮那佛，南无千华台上卢舍那佛，南无，还有毗卢遮那佛，你看他接毗卢遮那佛音，佛讲华严经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知道吗？净虚空遍法界的大菩萨都坐在大莲花宝座上听华佛讲华严经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好，你看这段东方阿弥毗佛，好，这是按照他的手势。有人呢这样子啊，吉来呀吉来呀，不是，他是说法音。再看西方阿弥陀佛啊，南方对不起，保生佛，因为佛教是按照东南西北，南方保生佛啊，手印不同啊。看西方阿弥陀如来，所以阿弥陀如来他有结手印，那到了东印的时候，日本他就是结上品上身印，那好像有些在阿弥陀佛上面放名。对，这就是西方阿弥陀佛。然后呢你看北方不空成就佛，他结这个手印。好，接下来再看中间毗卢遮那佛，很壮观吧。你想想看，假如我们现在遇到佛，就坐在那，然后佛陀放光无量无边的大众一起讲经说法，那对不对？你一定很欢喜的。但是很可惜的呢，佛在世时我沉沦，佛灭度后我出生，忏悔此生多业障，不见如来金色身。忏悔普贤大愿的叫做这个第四愿，忏悔业障愿就会讲到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见佛是要很大的功德的，何况见到佛像也是呢很殊胜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好，所以我很高兴，虽然我很忙啊，然后呢今天电脑出一些状况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还是很欢喜的为各位说佛法。因为呢我跟慧音说我没有准备，我是不敢来的。因为呢华严经是非常深的，法是很尊贵啊。再来看现在藏传佛教的造型，看东方阿弥毗佛啊，它雕的呢木雕颜色不同，南方保生佛，西方啊，中间毗卢遮那佛，看他的袈裟是白的。然后西方阿弥陀佛，看阿弥陀佛披的是红色袈裟。中国人拜阿弥陀佛是金色的。北方不空成就佛，也就是这五张唐卡呢，对，是用袈裟来区分它的颜色，其他的宝座啊跟佛光都是画得很庄严的。好，接下来藏传佛教也有。方佛，这张比较不清楚，抱歉，画数比较低。好，接下来看，所以五方佛它配合的位置就是想代表净土。简单的做个结论，任何一个人都有五方佛的智慧，所以你不会说我拜释迦牟尼佛，可是我讨厌阿弥陀佛，这是很奇怪的，在西藏人讲这是很不可思议的。那你到底是不是真知真见的佛弟子啊？我拜东方阿弥毗佛般若波罗蜜，对不对？也可以成就其他五方佛的功德跟智慧。好，这就是毗卢遮那佛讲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好，现在请看经文第十八页。那因为刚才我电脑出了一些状况，抱歉，那进来就五分钟。其实这些经文呢，我给各位讲义，我刚刚是有一个印字把它贴过来，但是我在储存的时候它却突然不见了，所以很抱歉。那请各位先看讲义。好，第一个请看讲义，毗卢遮那佛，请看第十八页经文啊，跟长行，全名叫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恨愿品，我叫普贤行愿品。
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个丛书，它有80华严、60华严跟40华严，在帕多万我讲过，这一次是讲40华严里面的最后一卷，第40卷，因为善财童子53参就是40华严。入不思议也可以念解脱境界没有错，可是破音字的话它叫不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解脱是指解脱的意思。普贤横愿品或行愿品，由寂宾国三藏法师般若译，请看甲一序分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，告诸菩萨及善财也。尔时就是这一刹那，当佛成佛的时候，入定21天里为所有的大菩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请看一下图片，就像这张。他入定的时候，为了所有净虚空遍法界过去现在未来的大菩萨都在虚空中听他讲经，天龙八部乃至于很多佛的圣弟子。然后呢，他告诉这时候呢，法会座上呢有一位普贤王菩萨称扬赞叹毗卢遮那佛如来功德，也可以说称扬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圣功德已，因为佛陀到了人间转法我们才会听到佛法，否则呢我们的世界是很黑暗的。他告诸所有与会的无量无边，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的菩萨，像大海中无量无边的菩萨，以及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是华严经的善财童子，不是三参，明天会给你看图片。对于说善男子啊，如来的功德啊，假使十方就是东南西北四位方位，东南西南然后西北跟东北，这样再加上上跟下，就是4个方位，加4个方位再加2叫10方。十方一切无量无边的诸佛，经过不可说这么多的佛刹，经过佛刹即为陈述劫，劫是很长的时间。再看一下这张画面，没有？那旁边有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佛，一起来宣说，相去远说，就一个接一个，像演讲比赛一样连着讲啊，先说佛不可思议的功德，也是讲不完的。那假如我们要达到这么多这么说殊胜成佛的功德呢，要修这个功德啊，对所有的大菩萨跟所有的众生来说要怎么办呢？他把它浓缩为普贤10大愿，应修10种广大喜愿。请看讲2正中分，分3仅1正式行愿，仅2显经圣德，仅3劝主受持。事实上华严经是浩瀚如海，举个例子，最近台湾呢有孟参老和尚96岁来台湾，他曾经住在五台山整整的5年，讲80华严，每天都讲，足足讲了5年了，才把全部的华严经讲完了。那你说这样浩瀚如海的经文呢是讲不完，所以我当时在这边这个讲义当中，我有参考部分的科判，简单的说我把偈颂放在前面。原来的经文是长行文先念，念完了说尔时普贤菩萨普观10方而说偈曰，请看第18页第18行，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声语意一切遍礼尽无余。这就是刚才我们念，你也并不陌生，为什么80方我忏悔文里有这个偈颂。本来的经文是先念长行文，念完全部才有偈颂，但是为了从教学的角度来讲，偈颂啊跟长行我把它打散了，也就是说把偈颂放前面。长行文在哪里呢？翻过来请看第19页第2行，普贤菩萨告善财言，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。原来的经文是这个，讲完以后才讲偈颂，这样了解吗？现在我为了讲解方便，把它两个颠倒，然后再加上科判跟讲义，这样比较帮助你学习。否则呢，重复的地方你会觉得很啰嗦，你也不容易抓到重点。所以再回来看第18页第10行，所以它有科判，其一叫正式行愿，就正式说明十大愿望的细节；其2显经圣德，就是
华严经有什么好处，后面在 Part 3我会明年呢我会讲。第三，劝你受持这部经也非常的殊胜，所以今天还有一个功课，请你回去预习第一愿到第六愿，请你从十八页预习多一点吧，好，十八页预习到二十八页，好吗？假如速度快的话，师父这次想讲到第六愿或第七愿，我本来想讲到第五愿，可是我还看一看，哇，后面讲的还这么多，蛮糟糕，我又讲不完，所以我这次会讲快一点。那后面部分讲完的时候，他还有讲为什么这部经的殊胜，以及回向全身极乐净土，所以希望大家先预习到第二十八页，请佛注释。假如各位有问题，请你写字条给我，我在这些相关的地方会给你回答，所以再翻回来第十八页，那是第十行，其实它是科判己三，劝一切的众生要受持这部经。好，先看十一行，己一正式行愿分二，丙一总说，丙二别写。总说请看经文，各位都有经文，我就直接把它话翻译。第十八页第十二行，何等为实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勤转法轮，七者请佛注释，八者常随佛觉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离相。善财白猿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，善财就是白猿，白猿就对普贤菩萨说，大圣这里是指的大圣普贤王菩萨，这里的大圣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这里的大圣是大圣普贤菩萨。那怎么样，什么叫做礼敬诸佛一直到普皆回向呢？好，在这里请各位看一下第十七页这个表解，上次讲过因为这次有很多新学员，所以我只好重新讲了，请专心听哈。也就是说这十大愿浩瀚如海，浩瀚如海啊，刚才讲广大如虚空啊，深彻如大海。先看第一愿，礼敬诸佛，是对之于我们的身，我们凡夫生来就很我慢，比如说你来佛堂，第一个为什么要顶礼佛，比如说我们是佛弟子，为什么进来要先拜佛，折服你的我慢心？为什么你看到师父要顶礼或合掌，这代表你要折服你的共高我慢。这是第一个。详细的功德呢会写在哪里呢？会写在第十九页，翻过来十九页第十一行，礼敬诸佛有下面五种意思，我会在这里讲。第一个现在就讲到了，第一个，培养你至诚恭敬的心。第二个，你拜佛做什么？培养见贤思齐焉，就是跟圣人学习的心。我们可能会面对基督教、天主教攻击，我们说不拜偶像。其实十字架不是也是偶像吗？它只是一个符号而已。我们今天来拜佛，并不是对这个木头啊光光顶礼。真正是拜的时候，应该发愿说佛已经成佛。我还是凡夫，我要跟他学习。佛以前在因地也是凡夫经过无量劫修行，他就能成佛。第三个，要培养你感恩图报的心。我们讲上报四重恩，第一个什么？佛恩。第二，众生恩。第三个，父母恩，对不对？第四个，还有师长恩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要感恩很多人。第一个要感谢什么？是父母。一个，你生在马来西亚，对不对？听说马来西亚最近要大选了，你们的首相叫什么？纳吉，对不对？你要感谢他。你没有感谢他的话，假如这个国家在战争的话，你现在也没办法坐在这里听听啊。虽然他可能是回教徒或马来人，没有关系，可是你要感谢他。听说我们台湾最近选总统，也是又很热闹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所以你要感谢国家恩。还有要感谢父母恩，还要感谢师长恩，对不对？世间的师长和出世间的师长
对不对？我们的师长、学校的师长，你都要感谢。最后啊，对不对？三宝恩，所以我们要培养感恩图报的心。第四个，拜佛是最好的运动，可以忏除你无量劫的业障。我们的障碍很多，所以一还我们要学习拜佛。好，请各位看，举一个例子啊，不管是拜阿弥陀佛，我是迦牟尼佛，你看。这是台湾已经往生的道正法师，按照照相度量进化的阿弥陀佛。你会发现真的阿弥陀佛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，可能会对有些人对这个来讲会比较陌生。你会说师父哇，阴功强强不能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会觉得很陌生。阿弥陀佛放无量的光，香光普摄院。阿弥陀佛长得是印度人的脸啊，他是按照经典而画的。对，当然。佛要度众生，他可以千百亿化身。那哎，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变成马来人的脸，这样。如果找到的话呢，你告诉我一下。对，我上网查了，我还是没有。对，可见呢，我们可能对这样的佛像会觉得比较陌生。没关系，所以注意听，拜佛你就选一尊，你会看起来生欢喜心的。有人喜欢净宗学会白色瓷器的，像阿弥陀佛；有人喜欢金黄色的阿弥陀佛。有人喜欢照相度量净阿弥陀佛，没关系。你看下面讲，你虔诚的礼敬诸佛，你很虔诚的时候，有时候佛就会出现。其实我可以告诉你真话，你在拜佛的时候，佛也在你面前，只是你看不到而已。你的业力没有忏除，你看不到佛的。好，这次我会讲很多故事给各位听。好，在华严经有很多很多感应故事，所以拜佛要忏除业障。接下来。培养第五个是至高无上的养生之道，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拜佛要很用心的虔诚拜，对不对？现在的人呢，哎，都不太喜欢运动，那老菩萨我更应该建议你多拜佛。所以第一个，你家里要有简单的佛堂，没有佛堂有佛像可以对着佛像拜。所以第一个，折服你的我慢心，培养虔诚的恭敬心。但注意听，要对佛像拜，不然呢，你想想看，假如你到 KL 双峰塔，对不对？吉隆坡的双峰塔，假如你对那两个塔拜的话，人家说你把个拜体，你对那个塔拜没有功德，为什么？注意，那只是建筑，可是今天你对佛顶礼会有功德，因为佛是圣者，纵使你对佛像拜，你都能忏除业障，不然你对墙壁拜。你也是脑筋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那只是运动而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要对佛像拜，因为佛是圣者，然后呢，你会升起功德，不管是佛像、木雕的、造型的或画像都可以。好，翻过来一下，第十八页，好，我要从经文开始讲，丙二第十八页十六行，我刚才讲一半而已。丙二别显分时，丁一礼敬诸佛。好，我先念这个偈颂，讲我简单白话翻译，其实它的解释就是在后面的长行文。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身语意，一切遍礼敬无余。把清净身语意画起来，尤其清净这两个字是关键字。第二颂，普贤横愿威神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一生复现刹尘身，一一片礼刹尘佛。好，我先简单白话翻译，再讲长行文啊，慢慢来。你们第一页嘛啊，所有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无量的世界，事实上呢有三世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的人师子，这里人师子就是指佛陀。因为佛陀是所有人当中最为尊贵的，就像狮子讲经说法做狮子吼。我今天以清净虔诚的声语意清净化起来，待会我会讲拜佛。我们那个一般人呢，这个用拜佛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啊不容易清净。举个例子，我昨天前几天在宝莲寺讲，有一个莲友问我说，师父，凡所有相啊都是虚妄啊。金刚经讲，若以色见我，若以音声见我，世人行求邪道，不能进如来。
那《金刚经》这样讲，为什么我们要观想，我要拜佛呢？所以你问的问题很好，但是《金刚经》讲的呢，还是印度佛教，当时呢，他们都拜印度神，若以色见我，拜湿婆神，我布拉玛，我毗湿奴，以音声求我，既然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今天拜佛啊，不是以音声求佛菩萨，比如说在座，刚才有一些莲友进来，我猜可能是下面诵经结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诵经呢，你用音声做佛事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进如来。是说，假如你学佛不了解佛事呢，总有你的心显现的。但是呢，你不能了解佛的法身功德，这是讲空。可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假如佛像不重要的话，我们大厅为什么要供佛呢？你想，如果家里没有佛的话，举个例子啊，不要介意啊。比如说你现在马来西亚还是你在家里呢，你在家里可能穿着内裤到处跑吧，穿着短裤到处跑，你就不会有恭敬心啊。对，你一来佛堂看到佛像，你就会升起恭敬心；你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你就会升起恭敬心。可见外面的形象是让你升起恭敬心的工具，你了解吗？所以佛像有佛像的功德，这里我以清净身语意，要用清净虔诚的心。但是你也不要去怀疑，我在拜佛，拜阿弥陀佛，然后就想阿弥陀佛，你很忙，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拜你？有，我后面会讲，绝对有。你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佛教木雕啊，你要见佛如真佛在，就写下来，见佛。就要看到佛就真正在那里。假如你有一个想，哎呀，我现在拜的是木雕的佛像，你就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清净心。你见到佛就要顶礼，像我们是佛弟子，对不对？一进大殿，你第一个像顶礼佛，你是佛的弟子嘛，对不对？假如你现在顶礼的时候呢，突然佛像跟你讲话，那你不就晕倒了？哎呦，那是今天有啊，我做不来就是今天。佛本来就是真的，但是你认为它是假的，所以你没有升起百分之百的清净身语意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佛弟子在离开家的时候或离开佛堂的时候，也应该顶礼佛陀，对不对？一切愿礼尽无余，待会后面会讲。好，然后就是我骗你们，不是只有一尊佛，一尊佛还骗很多很多佛。好，我先讲记诵。第二个，普贤恨愿威神力，刚才讲恨就念破音字，实践的意思，大恨普贤菩萨，他的威神力加持啊，可以让你拜佛的时候就在一切的如来之前都出现了，这个是普贤菩萨加持力。请看那万灯片，我们拜佛的时候大家就在佛堂拜或地板拜，可是你拜的时候只会想到一尊佛，你没有办法呢，拜的时候呢很多佛都出现，这叫定中见十方佛。定中见十方佛要有佛力、法力跟自力，在这一段下是普贤菩萨的威神力加持力，让你在拜一尊佛的时候就可以拜很多很多尊的佛，普现在每一个佛之前，而且每一个身体复现过无量无边的刹身，每一个佛国土呢可以拜无量无边的佛，这个并不容易，请翻过来讲义十九页第十四行，注意看，现在我今天教四个观法，请专心听哦，你是从来没有听过的，我相信很少人这样教你。第一个，华严经拜佛，一人礼一佛，比如你现在来到了下面的大殿释迦牟尼佛，你顶礼的时候你就想到一尊佛而已，很好，这是第一个练习的方法。接下来，我不知道你们在拜佛，你们在想什么？释迦如来，释迦如来，赶快让我中马票吧，是吧？释迦如来，释迦如来，对不对？最近生意不太好，请你吧，再帮我加持一下。你拜佛的时候想，哎呀，我最近家人呢可能生病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希望我家人的，你想的大概都是这些吧，对不对？请问你们拜佛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你们到底在想什么？钱钱钱，健康长寿，对不对？一切都希望顺利。可是呢，拜佛的时候应该想，拜要拜三拜。师父现在讲，我拜佛就拜第一拜，什么？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，
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于意之所生，尽对佛前求忏悔。我们要请你抄不出的，你就写第一个偈颂就记下来。第一个要忏悔，忏悔我们这一生从出生到现在，不管有意无意啊，我们造了很多恶业，语言伤害了别人，恶业呢伤害了别人，我们的语言也伤害了很多很多人。不管有意无意，第一个要忏悔。第二愿站起来，要发四弘誓愿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你可以心里默念，也可以嘴巴出一点声音。注意，按下去的时候，眼睛要打开，不要眼睛闭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眼睛闭起来的话，下面的血气往上冲，这样不太好，拜久了你会不舒服，尤其在家里拜49拜或108拜，眼睛要打开。有人就想好庄严，不走来啊，眼睛闭闭的不好，要打开。第二拜要发四弘誓愿。第三拜你念什么？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萨为伴侣。简单讲这三个愿，第一愿叫忏悔业障愿，第二愿叫发四弘誓愿，第三愿叫求生净土愿。记下来，这很重要。你拜佛要拜这样拜，对不对？拜完了以后，假如你真的有一些祈请，比如你觉得你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或你对佛菩萨有些祈请，可以，你就跪下来跟菩萨讲重点。不要念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念这么久，对不对？佛菩萨听得到，观世音菩萨我念一段给你听：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，十方诸国土无差现身啊！各位，你们不是念普门品吗？呀，我听闻很熟哦，我25年级就开始念普门品了，对不对？具足神通力啊，观世音菩萨有神通波罗蜜啊，具足智慧。神通波罗蜜，广修智方便，十方诸国土啊，无差现身。你其实你心里想什么，观世音菩萨知道。甚至讲更白一点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观音菩萨也知道你在打妄想啊。今天这小子呢，又在做白日梦啊，对不对？佛菩萨对你的念头呢，你说师父为什么他知道？他像太阳一样广大无边，所以你拜佛是有方法。好，现在请看，一人一佛，一人拜一尊佛。假如以大殿来讲啊，我以后面我这尊佛像也可以，这尊释迦牟尼佛啊。假如上面手上放莲花，你就把它想成阿弥陀佛，可以啊。你一人拜一佛，你就观想一个人拜一尊释迦牟尼佛，很好。接下来。你拜完了以后，假如你常常拜佛的话，你可以这样，现在想一个人，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一尊像天上的星星这样变很多很多，整个佛堂都是无量无边的佛，就像方丈便讲一圈一圈一圈的十方佛，一变成无量无边的佛。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破除你心中的执着，一尊变无量无边，这是法界的观法，华严经的法界观。因为我们的心就很小，我刚才说你想的最多只是想这一滴的莲蓉，其实你很少想到吉隆坡，你也很少想到槟城，就算你说我都想到，其实你都想华人，你也没有想马来人跟印度人，真的。所以你现在一尊一，第二个方法一人领多佛，就是你拜的时候，当你心很定了，你可以想佛啊，像那放光一样无量无边的整个大殿佛堂虚空中全部都是佛，目的是要破除你的执着跟扩展你的心量。好，第三个再看，多人礼一佛，就是你要观想自己，可能你今天来你有带小孩，可能你的同修也来，没有关系，注意听，这里是观想。第三个请做一个记号，很重要很重要，你要你度你的爸爸妈妈冤亲债主。第三个，多人礼佛，在19页第14行，就是你要观想自己右边有你的爸爸妈妈亲朋好友，就是右边代表正道，就是跟你有缘的家人，对不对？你也来观想他跟你一样跪下来一起拜佛，
你的爸爸妈妈，那过世了也可以观想，没有关系。他活着也可以，你的先生、太太、孩子，右边代表正，那左边呢？讲你八卦、是非，你最讨厌的老板，那个啊催催念的朋友，那个呢常常欠钱呢都不还我的那个朋友，你坐在那边拜黄。左边是代表邪，就是跟你有逆缘的；右边代表顺，好，注意听，背后代表无量无边的众生都跟你一起拜佛，这样你拜佛的功德比别人散乱心乱乱拜功德很大。这就是普贤行愿品华严法界观的，下次你要这样练习，且自己静下来，不要急，观想的爸爸妈妈好的又顺缘的，跟你有善缘的都右边，左边的呢是右左边，然后后面背后有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包含幽冥界众生，哎，没关系。那你说，师父啊，我后面要观幽冥界众生，那不是很可怕吗？哎，你们七月不是都在超度吗？死人跟活人都很忙吗？那幽冥界众生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起礼佛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插一个真实故事。现在呢，现在以前我在圆光佛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出家法师，他常常会有幽冥界众生干扰。那他有他的特殊因缘，那他也上净土宗，可是他就告诉我，当我讲到阿弥陀佛、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遍照十方法界的时候，他当场哭了。他哭完以后，我以为老师讲的不太好，他什么问题，他后来跟我讲，老师你讲的是真的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以前还没有出家之前，在台湾的灵岩山妙龄老和尚那边，他一直在家居士，很喜欢去三步一拜，跟着师父念朝山，对不对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前面是出家咒嘛，出家男咒啊，比丘或者比丘尼，在家居士是男咒、女咒，那他是在家女咒这样拜，那么他这三步一拜，啊，一拜的时候，他看到阿弥陀佛万丈光芒站在虚空中，然后呢，阿弥陀佛嘴巴吐金色的光，手也放光，那光啊照的整个的所有的人都有，然后他就想，阿弥陀佛佛光到底照多远？他就回头一看呢，哎呀，后面很多莲友，对，莲友结束嘛，因为朝山有朝山队，后面人全部是没有头的幽冥界众生都在后面拜佛，他吓死了。他说阿弥陀佛真的很慈悲，所以事实上你要观想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你不要害怕。这个是转变你心的方法，因为你拜佛，佛菩萨的功德以及你虔诚的功德力呢，其实那些幽冥界众生反而会更恭敬你。所以第三个叫多人礼一佛，想知道吗？再看第四，多人礼多佛啊，请看《千手观灯片》，我们在八十八佛忏悔里面文里面有三十五佛，也有五十三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？这是藏传佛教的藤卡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前面呢，它是阿难尊者跟目犍连尊者，它并不是雕迦摄尊者，中国禅宗才雕迦摄尊者，在西藏的藏传里面是目犍连尊者跟阿难尊者，右边是阿难，左边神通第一目犍连尊者，他拿西藏，啊，没关系，我讲个段落，啊，今天会告一个段落啊，然后呢是三十五佛，那为什么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很殊胜呢？是因为三十五佛加五十三佛啊，加起来呢是为八十八佛，这八十八尊佛都发愿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，所以他的大悲愿心最大，忏罪力最强，所以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就是这八十八佛，其中有释迦牟尼佛啊，这是五台山的唐卡，然后呢还有地藏王菩萨也示现在这里成佛，所以你八十八佛忏悔文若能够一尊拜一次，一尊拜一次也可以，若不能你就虔诚跪着念，念完了以后呢再顶礼，看你能够拜多久就拜多久。好，等一下，所以这是定中见十方佛。好，接下来再看讲义，第十九页第十五行，所以一二三四你可以分开练习，你今天也可以一人礼一佛，或者你觉得最近呢还家人呢不是很好，障碍很多，那你就观想家人一起跟你礼佛，小朋友啊、家人啊、先生，这个是改变他业力的方法。你可以修第三个多人礼佛，当然你也可以按照一二三四的顺序。好，接下来看十七行观想的偈颂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还要带你上《月藏吉祥经》发愿文。好，观想的偈颂就能理所理性空寂，
感应道交难思议，我此道场无地诸阿弥陀佛。引现中，我身引现弥陀前，头面皆足归命礼。它主要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事实上是出自于我们中国拜忏。拜忏里面呢，不管是拜啊慈悲三昧会忏，或是梁广宝忏，或是在很多的忏法里面，有一些小的字就告诉你说要你这么念，意思是说，请看我能拜的人跟所拜的其实都是空性的，像彩虹一般。所以在这里有个重点，请专心听，拜佛的时候你拜的佛像不要想它是硬邦邦的，比方说你看我前面现在这尊是泰国的佛像，对不对？它是什么的？应该是铜的吧？还是的？没关系，石头或石雕。我背后的这佛像是木雕的，也就是说你拜佛的时候不要想佛像是硬邦邦的。为什么硬邦邦的会增长你的执着？很多人拜佛了或是禅坐的时候很用力，然后你就头会晕了，然后就看到颜色或闪光。其实这表示你方法不是很正确。你要想什么呢？它是彩虹的，是透明的，一般没有实体，就像天上的彩虹一般没有实体。对，你看你在拜佛或念佛的时候，你定中见到了佛，是心清净而自自然显现的。其实这个佛显现，你不要想它有固定的形状，就像海底世界一样如梦如幻，像虚空中的彩虹。彩虹很美，可是你手去抓它是抓不到的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请写下来，观佛像如彩虹透明一般。这是真的，这是很重要的呀。虽然是第一天我讲这个例子给你听，我在新加坡讲经很多年，我也公开鼓励很多莲友念要十万遍大悲神咒。有个莲友念了一年的大悲神咒，一天念49遍，然后呢甚至他放假念108遍，他念了很久很久，他呢在定中的时候就见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而且呢就是整个是彩虹透明的一般。他就跟我讲，师父你讲的是真的，我讲当然是真的，这是佛教的。我们很少告诉你，我们一般人呢，你们都想四面佛或是佛像都是黄金，为什么？你满脑子想发财呀。其实你越是这样，师父跟你讲真话，你不会发财的，因为你的执着越深，你把它想成绿的或什么，你想的都会增长你的我执。其实所有的佛像是彩虹一般没有实体的，这样子呢，你才会跟禅定相应，跟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就算你想阿弥陀佛，想地藏菩萨，想观世音菩萨，都要像彩虹一般是透明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才跟你讲说，静坐的时候你想你的身体坐在莲花里，莲花也是透明的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好不好？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再回来看偈颂，对不对？所以感应道交难思议，我用虔诚的心，然后佛发愿护念我是不可思议，就像电波一样。我此道场无地诸，地诸是什么？像天上的星星，无量无边。在地世间的叫地世间的，地世间的珍珠一粒一粒皆是来的，叫地世间的珠网，像呢华严会上一样，代表无量无边的。然后阿弥陀佛呢，就隐现在我当中，我身呢也隐现在弥陀之前。然后呢，我很虔诚的五体投地，然后呢，皆足归命礼。所以这样子拜佛的话呢，你的心啊才会得到很清净又圆满的功德。就像刚才讲的一样，你看，所以他这个莲友就是一拜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出现了，这是可能的，了解吗？好，今天先讲到这里，录影请继续录。然后我们请看这个《月藏吉祥经发愿文》，请看第8页。好，请看幻灯片，这是释迦牟尼《月藏吉祥经发愿文》，非常的好，建议各位可以在初一或十五或六斋日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唱这个发愿文。那唱很简单，待会我唱两个偈颂你就知道音调。然后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而发愿的，
我在很多讲经的会员呢，都会教大家这样，因为你就知道释迦如来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在佛陀在印度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相机嘛，很难看得到，对不对？那传说这个像呢是弥勒菩萨雕的，弥勒菩萨要上身东山内院佛为他受记，他下一尊佛的时候，他非常想念佛陀。所以他用弥塑把它雕，后来在历史战争当中埋在底下，再在西元一二世纪的时候，阿育王是转轮圣王建这个佛教的这 Mahabodhi Temple， 就菩提迦耶贤劫千佛的寺庙的时候，下令派很多人去找，然后挖到这尊，然后重新清理，然后重新再供在这里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佛陀是印度人的造型，对不对？当然帝释天跟大梵天王他们寿命都很长，不在世的时候他也见过佛陀，可是我们人间的圣弟子我们是现在见不到，所以在西藏里传统说这尊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模一样的，是功德最为殊胜的。所以这就是现在全世界到菩提迦耶里面呢，我们所朝圣的这尊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合掌，看这讲义第八页，我先唱前面两个句奏，音调很简单，好，先听我讲第一句跟第二句，师父唱完以后我会重复回来第一句，那大家一起大声唱，也观想佛陀的功德。我悉心苦行为诸众生故，舍己善乐令发就是安，我悉舍生命为诸病人苦，以为听众生令发就是自然是说，我们透过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乐藏吉祥经发愿文，让三宝的功德像火焰一般，熊熊的焰火注视在这个世间，令法就自然。音调很简单，请合掌，大家会唱的请大声唱，不会呢你用听，然后慢慢就可以跟着唱。我悉心苦行众生故，舍己自善乐令发就是安，我悉舍生命诸病人苦，以为
你岂不是念吗？可
是呢，事实上你没有打开你的心量，所以师父是希望苦口婆心的，我来这边我也是很真诚啊，每一天我会教你不同的发愿文啊，在第一次我也带过各位，然后那在这 Part Two 呢，新学的也希望你常常的念，这样对自己和一切的众生都有很大的利益。好，最后看第十页第十五行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请合掌一起念，今天讲义就到这里圆满，一起念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